元素方案。OK， 今天我叫的这个是京都鲍鱼骨。京都排骨很常会吃到，可是京都自己的这一个鲍鱼骨我还是第一次。它的味道有带一点酸滋滋的那种感觉，先试试看它的这一个鲍鱼骨。它炸的这个粉不会太厚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制冰在上面的时候，所以那个菇有点软了，所以最好吃的时间就是它一来你就放进口里面，这是最好吃。但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吃起来我觉得有点软，但是还是很好吃。非常好吃啊，反正因为酸酸甜甜，是没有辣的味道。然后他放一点小芝麻在上面，也把这个味道提升了这一点点。整体上来说，我觉得是我会喜欢这一个味道。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怎么样弄到那个菇能够脆脆软啊？这个就是一个关键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晚餐就是在这个元素坊这里，那么我们明天再让大家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拜拜，记得 subscribe follow 我的 page， like 我的 page。